今年回不去，我们现在正在抢工期，工期特别紧，我们将在3月份雨季之前，要把河道两岸10.8公里5000都根韩国全部铺到这个河里。 这一段已经完成了70%，之后，还有装饰和草坪铺设等全部完工之后，这里就是一个美丽的观景平台。